那你说说，你错在哪儿了？我错就错在不应该与郡王爷签订私契。你今天是苏昌姬的大日子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发什么疯？那我问你，你今日为何不来？还有那桃花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桃花酥根本就不是给你的。 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那桃花酥根本就不是给你的，你少在这儿胡闹。梁琪，在，把人给我带回去。 小美丫头，你就回去，爷今儿个，哎呀，回头再说。来人呐，带回去，轻点啊，别伤着了。师兄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走吧，放开我！有话好说呀。扶儿回去。娘，老太太。苏伟，这什么情况？小美是不是惹到帝尊神了？无法无天。 签了私契，又怕人说？怎么，在我府中做工就这么见不得人吗？说话！既然郡王爷认定是小满错了，那小满便跪着，直到郡王爷气消为止。好。 那你说说，你错在哪儿了？我错就错在不应该与郡王爷签订私契。小满丫头，郡王爷正在气头上，你就服个软，认个错啊？我没错，是没赴郡王爷的约，是我的不对。 可郡王爷仗势欺人，大闹苏昌记，难道也要怪在我的头上？咱们府被围了！行舟，让秦教头带兵进城。是。 师兄，随时听您指挥。剪灯芯，撒花木。剪灯芯，师兄。 今日是你扮五华才女，明姑她有点事儿，所以让我临时顶上来了，都是临时抱佛脚，还请师兄不要见笑。好，不会见笑。你今天怎么来了？今日来的总管大人是家父的旧友，所以前来拜会。嗯，策论准备的如何了？哎，我真是一点都不会。 没关系，就像我当日说的一样，说自己想说的就好。小娘子，时辰已到，我们该上台了。小满今天好生漂亮，一会儿在台上要好好表现。策论若还是有不会的，可以来问我。师兄，随时听你指挥。
为神之灵，以蚕为姓，为我田家，敬其以祀，欲种调桑，为其食矣。神上佑之，已有知己。有模有样的。是。言而无信，这就是你李师兄教你的。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？不过就是几句话而已，谁不会啊？